黄金营养素很用心，他做了很多口味，有巧克力、草莓跟奶哥，这就是草莓，我们家小孩很爱。小孩子可能一杯不够，还要再来一杯。真的，现在啊，小朋友成长的问题真的是我们最烦恼的。像我二女儿有一阵子，她就是完全不吃肉。他就只吃青菜，那你就会很担心他说营养不良啊什么的，但又不可以一直逼他吃，我怕他又痛苦过于不及。那后来朋友就跟我讲说，其实可以适时的给孩子补充一些营养品，推荐我这个黄金营养素，它这个很厉害哦，它里面有50项的专利。那它最厉害的是成长蛋白，它里面呢有独特的萃取技术，它可以保留初乳中里面的乳铁蛋白跟免疫球蛋白，这两个很香，对不对？很好喝，这两个蛋白很珍贵哦，它是可以提高孩子的保护力。嗯，所以它里面一包的那个蛋白质就有1.5颗鸡蛋的量，所以你等于是喝了你一天的蛋白质就够了。再来就是它还有含有红藻钙，红藻钙它是可以帮助灌溉成长元素，它对吸收利用度来说啊，算是众多种类里面 CP 值高，然后效率好的钙。所以它里面一包啊就有3杯200cc 牛奶的钙量，一包就3杯，对，一杯就3杯牛奶的钙量。脑磷脂，脑磷脂是可以让你学习效率更好的。但你会说小朋友愿意喝才行啊，其实我们家小孩很爱，因为他这个黄金营养素很用心，还有巧克力、草莓跟香草布丁。奶哥，这就是草莓。对啊，草莓很好，其实它口味都很好喝，喝起来是很像奶昔的味道，对，超好喝的，很好喝。小孩子可能一杯不够，还要再来一杯。真的，我小孩自己会要哎，所以我早餐的时候我就给他们就是喝一杯，或放学回家当点心喝。你是完全可以取代掉手摇饮，所以一天可以几包啊？我觉得它可以早上一包，晚上也可以一包，早晚都可以，蛮好的。对，而且它里面它这个是有经过 SGS 检验合格的，没有含激素，也没有含荷尔蒙。所以你们这很重要，对，可以很安心的喝，对，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只要他们营养补充好了，然后调整好生活作息，你根本不用担心他的成长问题。